First blood. ...全军出击。对，没奖励，没动力，明白没？他交双招，我们一个技能可以接受。跑肯定是跑不了了，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到达他们家塔下了，快，我们不跑啊。这可不血亏啊，你别着急。我滑了一下。A, 抠。控一手线。不知道他右边有没有人，我们去查个人，他要死。得了，滑了，滑了，滑了。打得好激烈呀，抠一下，我们回家。你就想看看我，你嫂子怎么嘲讽？我昨天已经让他见识到我的厉害了。今天我要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，我告诉你，别被吓到了今天，不要到时候给我发，我不能接受。这种玩洛克萨斯之手啊，就感觉自己是对拼是无敌的，你知道吗？拉人就随便拉，乱拉，那能行吗？攻速怎么这么快？我 W 挡他技能，顺便致命节奏啊！还有被动 W 技能被动，梦魇被动加30%攻速，加上致命节奏，挡掉技能以后可以加60%攻速。那刚才好像没挡掉是吧？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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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打！你干啥呢？看来不能冲奶妈了，得冲亚索了。
啥意思？回家了，好闪，来起飞呀！真敢起飞呀，你这！你们到底要干嘛？还让不让人回家了？那我不回了，还不行吗？不回了，这波。也不让人回家，你说，这波回吧。出个皮孩吧呢，他咋还不走呢？这波他好像有闪啊，我们看看要不要用闪现把他杀了。没事，恐惧到了，有加速，抠死。看来我们得快点杀了啊，这亚索有点猛，六杠一了。我们才四杠一，那蜘蛛也不上来送啊，人家一杀杀俩，我们一杀杀一个，这哪能行呢？这可不行啊。俺们得赶紧把这上路一塔给他拔了，抠一下，走回家。这人开疾跑出来的啊，没关系。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恐惧就可以了，恐惧完我们就直接跑就行了。塔下回家吧，省得他不让我回。大虫子来了，把他杀了。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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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血。先来木印吧。我不出木印的话，下去出那个加攻击速度的也没用。我想想是先杀奶妈还是先杀亚索？先杀奶妈，奶妈大用了。好大的胆子，搁这回城。搁这回城来吗？划了划了划了，850，有点贵呀、啊、帮他们把下路塔皮吃了。
你们先吃，我回家，下波我再来。哎，我记着我用皮肤了，我皮肤咋没了呢？我那蓝焰梦魇哪去了？越塔呀，你俩！杀奶妈来，那杀亚索，别跑，把你奶给我留下来。假装放他走，其实不然。扫描冲，冲他的奶。咱俩在这儿等啊，咱俩在这儿等一会儿。先杀亚索这波，亚索有盾弓，把他盾弓给打了。来，直接扣 EA， 滑了，滑了。这奶妈怎么回事？这奶妈恐惧链住奶点盐闪现 A 再 A 再 A 一下回血死不了。哎呀我居然让奶妈给我杀了，我不敢相信。亚索好像又要去下路，我想先升个十一级，我先打个石头人升个十一级，这样大招吸地能快一点。我们如果先杀人再升十一的话，大招吸地就太慢了。找到亚索，三个人不行，三个人有点多了，我打不过。两个人没问题，那落手太幼了。这 ADC 死了比较正常啊。我们先杀的蜘蛛，木印，哎呀，木印没触发。我应该先杀奶妈，我觉得。哎，好彩，漂亮，这队友打赢了，好控。哎呦，漂亮，兄弟们，这都啥队友啊？这队友不挺好的吗？队友有问题吗？我觉得没问题。我可能需要一个死刑宣告，等他们把塔推了。尤特林还是得 destroy 的。我还需要杀一次佐伊。好闪，我们先杀亚索吧，别人的虚区没多高。
寞，是我的爱，寂寞才说爱。没有你有那么坏，消失的你都并不离开。燕燕之风，链住，嘿，滑了滑了，走啊！又一千，哎，没一千，六百，再把它六百块钱，还好。大虫子把蜘蛛杀了，漂亮，大虫子。好，奶妈把伞用了，这是我们已知信息啊，他不用在那出金鸡背心的，没有用。哎呀，我好空。先把奶妈杀了，我们再杀这左一，扣一下，这怎么来着？恐惧，翼链 A。闪现 A， 我们又死了，又给我下当了。这波我把这个除了吧，我来个繁星的提醒。我不，我不，我不，我来这个。哎，凭什么这个东西要比这个东西贵呀？凭什么呀？那我就来这个。你这英雄可 C 不了，别送了。那我现在杀十九个，是 C 呢还是没 C 呢？你这不前后矛盾呢吗？冲你的奶！扣一下，一下，滑了 ，W 滑了，给我挡一个扣。这扣能没挡掉，兄弟们啊？你这个扣怎么能没给我挡掉呢？这双 buff 不我的了吗？完了，我
我没想摁大招，我想看看范围。不过这波给我一半助攻啊！那左一以为我要飞他，他直接回头了，看见没？瞅着没？在这等一会儿，看看有没有人过来，看看是从上面来呀，还是从下面来呀？这哪里来个奶妈？哎，滑了滑了，扣一滑了。每一回呀，都是这个左一。现在他有沙漏。我得飞他一波，嗯，我这不飞他一波，他当我是没用，你知道吧？钱不够，我得杀两个人。哎，刚才落手那边我摁 Q 了，咋不好使呢？还有我摁 S 为什么也不好使啊？我摁 ESC 也不好使啊！我跟你们说，刚才真的键盘不好使了 ，Q 也不好使 ，S 也不好使。摁哪个都不好使，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他键盘坏了，还是出 bug 了？摁 S 也不好使，刚才。把这左一先冲了，游戏问题啊，游戏问题啊，那就没事了。我寻思我键盘也没进水，怎么能坏了呢？猴哥二维码懂了。